小朋友们好，今天熊大、熊二、光头强来找波利玩。波利，俺想帮你去救援，可以吗？波利，俺们能给你帮忙哦。还有俺，俺很能干的，嘿嘿嘿。谢谢大家。那好吧，咱们走吧。波利，俺来了，等等啊！校车斯库比要出发了，带了一车的小朋友们，行驶可千万要小心呀！滴滴，出租车托普要去工作了。哎呀，不早了，别耽误我赚钱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滴滴，喂，托普，赶快让开！斯库比，你快让开！哎呀，快点刹车，我刹不住了！天啊，托普，你怎么样了？对不起。快帮我找波利来。好的，托普，我现在就去找波利。波利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托普翻车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波利，我们撞车了，我把它撞倒了。别担心，波利，以我们英雄三合体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是，波利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们吧。说变就变，变身！哇，熊二变成了一个巨人，熊大变身！哇，熊大也变成了一个巨人，光头强变身！光头强变成了一辆小熊熊车车，把熊大的身体折叠过来，脑袋放下来，熊二是一样的变法。看这辆小车车，有四个轮子，好可爱的车车，有车厢，车厢向下翻，车门向上翻，一边插上熊大，一边插上熊二。好，英雄三合体完成了。波利，英雄三合体来了。哇哦，你们好高大！
好棒！你们可以帮我把托普送到医院吗？我要让安巴给他检查。没问题，波利。熊大，熊二，咱们出发了。托普，我们来救你了。让俺来。站起来，托普。好了。谢谢大家。没事，托普，让俺们送你去医院吧。好的。哇，小熊熊的肩膀好高啊。托普，我们走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喜欢记得关注订阅哦，拜拜。